图啊！哎、欸，应该全部都到了，啊、对不对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救命啊！哎、欸，让我捡一下枪嘛！巧克力换过电脑？没有啊，上次跟你们玩，可是好像没玩到这关吧？欸、对啊，没有玩过这关。上一次是玩那个俱乐部啊，跳那个、就是、俱乐部啊。那我要放贡品啊！那我特别找那张好了，因为那张你们应该就没、oh. 就不会破图了。我可以摘一下 CSS， 为什么都会破啊 ？CSS 可能是 CSS 吧， oh. 对 CSS 的关系。你要打 Gmod 破图，第一个那个就有教学，对，很快。可我上次我们是玩两三分钟就好了，这张吗 ？CSS 上次那个是那个啊，有那个要记得缴贡品才可以跳过去的那个交贡哦，对对对，我看一下是不是这张，应该是这张。然后还有衰通打架、啊，在 General。嗯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都在当杀手的那个，这张吧，应该是张。没有他就跳不过去啊，然后大家就一直跳过去啊。嗯，哎、欸，棉花永远都是第二个进来的，好狂、啊！哇，而且我永远都是杀手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加入，哎、欸，棉花对这应该有印象吧？这张，看一下啊。我们上次、就是啊、对对对，就是这张杀、啊、手，就是这张嘛，就是上那就在这张。就巧，我走到那个巧克力太黑，看不到你。对啊对啊，俱乐部啊，我们的家有没有、嗯、会员？确定是这张哈，因为看他又在download CS。有，我已经走到你那个太黑看不到你的地方。对啊，如果这一张也破图的话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我觉得我这一张也是一样哎、欸，download很久，真在 CS 吗？可是之前重关之后有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张地图是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东西吗？没有东西，没有物件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是不一样、啊欸。对耶，嗯，耶，咦，为什么？可是它样子一模一样，好神奇哦。是是是那我个提议，我们再回去玩躲猫猫好了。也是可以啊，我们躲猫猫换别的地图也蛮好笑的。不过时间紧，也就再玩一场吧，再追加一场。加两三场那加的、嗯、啊，然后再加班到十一点去了。反正我们本来就到十一点。你加个两三场就高，我就超时了。噔噔噔噔，所以，哎、欸，好、哦，他还蛮美，所以有要换了对不对？那就换了。跳出来了，我已经跳出来了。那就直接换了。好，哇，为什么啊？奇怪。太神奇了，不知道回去。有人知道那个躲猫猫可以转视角的那个吗？有没有观众知道呀？哦，你说转视角可以挑那个、哦？对啊，上次就在那边挑，然后就直接挑出了超猛的东西。居然吗？对啊，就巧妈的那个啊，洗衣机哦。那时候还不能，也不能挑啊。是吗？对啊，那只是刚好哎、欸。我记得一直就是这，我们一般玩这模式都没办法调。对啊，嗯，我还没玩过可以调的。嗯，我才可以玩。默的躲猫猫，瞧位置查到。那我每次进去都要瞧位置干嘛？就没有用啊。我查到一个，我是一颗大西瓜。你干嘛自己损自己？你干嘛要这样啊，哈基？上传者，巧克力，巧克。没有，我就是为了让你说那句话。终于埋了这么久的梗。哇塞，计划通哎！我们刚刚都听到他自己讲的，我们没有逼他。埋了这么久，终于削掉你这颗。我们明白了，我们都明白了。嗯，这张就限定看要躲哪里好，因为这张物件超级多。超，你们看到就发现超级多。应该还好吧，我们是四对四哎、欸。你是不是有跟奇多合作？没，超奇多，超奇多。波波，我杀人！不然那个、啊、地下室不要去，地下室好大。好啊，好啊。嗯、地下室，所以是大汉堡。哎、欸，等他们都进来，你再打；等他们都进来，你再吃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好大汉堡、哦！对啊，你真的好大汉堡！这个是什么？巨大化汉堡！这个超大，太大啦！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个大大的。你现在插谁啊？蒂亚布罗山，大布罗山。还有人？还有繁星还没进。哇、哦、，Hello， 我进来，我已经在里面了。
那你汉堡，汉堡有了有了，汉堡汉堡很健康啊，很健康。汉堡进来了吗？都进来了。超大一个，都进来，都进来，可以打了。汉堡汉堡超大的，汉堡不要动，汉堡汉堡回来死了。叮咚叮叮叮，哦，这汉堡好六哦。汉堡不六，太嚣张啊！麦卡利。地下室不要躲哦，户外也不要躲。九一二楼，我现在这里是哪里啊？救命哦！好，走进去啊，那可以了吧？嗨，嗨，嗨，嗨！我觉得我们都还蛮配合的、啊。这旁边就一定要有一个我灯。居然是在外面，这关当然是要先进来。哎、欸，耶、欸！我看不到我的东西在哪里。咦、欸？哇，它这里还有小汉堡、欸，哎，好想吃哦、喔！你刚刚已经变大汉堡了、欸，你已经是大汉堡、啊。这里有小汉堡，大汉堡刚刚没有起司，小汉堡有起司。哇，小汉堡真的想吃哦、喔！对啊，好想吃哦、喔！要起司哎、欸，真的。这边有三颗，啊，应该不是这三颗，这应该也不算合体技吧、嗯？哦，东西好多，真的难找难找，在哪里呢？嗯，究竟在哪里呢？就在那里，看那个盘子上面粘着一个好像调味料的东西在转呢、欸，下面哇哇粘住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嗯。把东西全部都扔到楼下就对了，通通扔下来。我们要吊灯在晃。嗯，因为我扔东西撞到它。啊，然后一直晃，一直晃。哎，原本楼梯旁边不是有喷水？喷水？喷水池有吗？有吗？旧版的，旧版的。那，哎，有人死了。这个饮水机这个杯子啦。可是他真的原本就有这么多杯子哎、欸，我把原本的杯子丢掉了。你把原本的杯子全部推下去了吗？欸、你看，你这就叫报应，你把它推掉。对啊，乱来，乱丢垃圾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所以是一二楼都可以吗？还是二楼？嗯，一二楼，一二楼，一二楼。地下室不行。对，地下室跟户外不要。嗯。嗯。哇，那个椅子卡在玻璃上也好屌。到底在哪里呢？不要再丢东西下来了，太多了吧？一直有人在把东西往下丢啊！我知道了，确认上面是安全的，不要再搬啦、啊！好，那我要丢，大家都一起丢东西，一起丢。那你们一楼就没办法走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到时候再轰一个 RGP 就好了。哇，一次解决吗？一次解决，一次解决。这个就直接丢下去了。你这样把大家一次解决，这样很伤，很伤哎、欸，伤感情哎、欸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这才叫做友谊的展现，你知道吗？哇哇，感受得到啊！都感觉哎、欸，一个走偏就变屠杀了。哎、欸，连着都可以搬哦、喔！哇，太大了吧！饮料机可以搬哦、喔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刚刚搬饮料机。哎、欸，太强了吧！这臂力也太强了吧！太强了！他们全部都是那个啊，尤、达大师啊，太厉害了！原地有没有？二楼快清空了，二楼快清空了。我在努力清。还有香蕉，还有香蕉，加油加油！还有香蕉，加油！你还有一分钟可以搬。OK OK， 一分钟搬一层。哦，没丢好，对，没丢好。嘿嘿嘿，我是一个人都还没找到啊。有啊，找到我一个，很难找哎、欸。杰哥，我跟这张东西真的很多。杰哥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被找到吗？我觉得你们好像在玩另外一款游戏哦，叫《清洁纸杯的约会》。哎呀，清洁公寓，被找到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被找到吗？因为躲在我旁边啊。哎，杰克，哎，有你呀、啊，被发现了、啊。杰克在卖人啊？没有哎、欸，不同时段啊。看到东西在冲，好恐怖哦。
范闲你真的好猛哦，对，太乱了，你在跑，烦你，还想躲在后面。好了，我要来一次解决大家了。了哎呀，雨月你是那个吗？啊，我是那个啊。哦，你是哎。欸太北气了吧？真的假的？哇！哇！大爆炸！哇！小一次解决没想到，鱼真的好猛、喔！喂、欸，哎、欸，你也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人啊，白痴！哈基哈基，怎么抓到自己人的吗？哈基哈基，哎、欸，你往刚刚那个厨房的地方有一个盘子，我一直在那滚呢。刚刚在讲这个啊？哦，是哦，对啊。哎，好，哥现在倒下还在滚、欸。哎，鱼月，鱼月你好好吃哦、喔，你好好吃哦、喔。我是每天早餐都会吃的东西，真的，西瓜好吃哦、喔，乖乖乖乖乖。那我怎么知道你每天早上吃这种？我看有没有对到位置，我不知道。加班喽，加班喽。又打翻了，又给我扶回来了。好不？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！汉堡，汉堡。嗯。谁经过我？我我我我。笑得太开心了吧？笑得那么开心，这么开心。太开心哦。那么开心。嗯不行，我觉得巧克力超像蟑螂的。你说蟑螂，我那么美味，你有事你？那远看真的是一坨咖啡色的东西在跑。大便肉，烤过的肉，烤过的肉哪里有烤过的肉？我看到了，上一个三明治，出来！哇！给我杀了！结果是你啊！哎哎！结果是你杀吗？打到了！这个是误杀的意思吗？打不到，我知道就用我的生命去打你了。白痴哎、欸！结果死的是另一个人，而且我还在旁边看好戏呢。这应该还在看好戏啊！阿基，我跟你说你是反的。他出去了，巧克力出去了。反的，对，没有啦，有啦，所以你迟早应该会被看到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就这样子吧，就不要动了吧。你是还蛮诡异的，欸、配合一下，不要啦。哎、欸，巧克力这个位置好棒哦。在哪里呀、啊？哈基超明显的，为什么你们没看到、啊？你当猎人就知道了。他是反的耶！啊，反的太奇怪了。我觉得很 OK。我觉得巧克力这个很 OK 啊。牺牲你那个换得好位置可以了。我觉得这个就不 OK 了。OK 啦。我觉得纯粹是个意外。我还想说奇怪，我没有死啊！我早就反了，我怎么没人打我啦？哎、欸，要打啊！你怎么在这里跑？哈哈，耶！他变椅子了，椅子在跑，椅子在跑，椅子呢？哪里呀、啊？你好会哦！你怎么进来？椅子，好猛哦、喔欸！椅子不见了，好猛哦、喔！这边啊，这边啊！哦，啊，对，死了！拉什么了？啊啊，死了！哦，巧克力，哦哦，剩巧克力了，可以啊！在哪里？这个真的哪的东西？哇！很猛哎、欸！哇，很猛哎、欸！这从正面看不出来。突然好想喝饮料。可是我不存在在这了。对，但是就正面看不出来，太花了。你要从侧面才会看到。好想喝饮料，看有没有什么，看一下。啊，我卡住了。你说饮料是吗？他的饮料选择好奇怪哦。而且他那整个可以拿走，超好笑。有苹果西打啦，有苹果西打。哦，不可能有啊，奇怪。嗯。是七喜吧？那个 G 不知道是什么 ，G mode 的饮料吗 ？G mode 的饮料，不知道，还饮料，而且还有果汁哎、欸。
哎呦！哇，直接炸，很可怕、啊。他在二楼啦。啊，对啊，在二楼，在二楼。三十秒。很想喝饮料，逃起来吧。很想喝饮料。嗯。就在饮料附近。喝饮料可以配那个啊，三明治。就那个很像蟑螂颜色的。他没有换哦，他没有换啊，还在那里，那还在那里，还在那里。我看到东西跑出去，跑走了，右边哪里？右边右边，二楼在二楼在二楼，哈哈，跑出去三明治。我刚看到一次就有东西冲出去，蟑螂啊，这超级蟑螂的啦，超像的，超像蟑螂。很美味，我觉得去哪了？都不见了，在你后面脚下了。突然间，这花盆就被拿走了。可恶，不能变汉堡，太明显了。可以啊，它那汉堡很大呀。你有分大的跟小的啦，看你要哪一个。起司的还是没有起司的？你讲的是三明治。开始了，Hello。这个我们懂，我们懂。在户外，我还没躲好哎、欸。开始啦，开始啦。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这本来就在这里的、哦。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，不动了，不动了，不想动了，被找到就算了。为什么饮料机可以搬起来？我真的觉得不科学，超不科学。直接过去挡路。尤达大师，我卡住了。你怎么卡住了？又卡住了。搬搬搬！啊！怎么可以一个一个一直搬往下丢啦？我们都是这样啊！很危险、啊！我这已经是第二场了。他一直把东西丢到地下室啦！哎呦，很聪明！看看啊！哎、欸，爆了！在这么大台，这个三明治好忙哦。这三明治是谁啊？我可以问一下我的伙伴是谁吗？啊？你看 tape 的，tape 我。对啊。没有，我是说在我旁边的。你在哪里？我看一下。旁边有一个小东西。你刚刚把东西撞倒吗？小雨东西吗？有。那就是我，看到了，我在动。哎、欸，你多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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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哎呦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有共犯啊。嗯，哎呦，三明治。嗯，安安，嗯，火箭炮都没有呢。嗯。那是在哪里呢？乱丢，怎么打不开啊？哎、欸，都不在这吗？嗯，哇，你演的好像、哦，看起来，转的好自然哦。哦，推推推，没有啦，没人没人，没人哦，我不是在演，他们在演。哇。